bell icon press பண்ணுங்க. MSK ல இருந்து latest updates மிஸ் பண்ணாதீங்க.来香港呢，一定要喝苏打水，吃云吞面，吃云吞面就一定要加醋。哎，我自己本身是土生土长的一个香港演员，所以每一次看到港产片的时候，都有很多不同的情怀在里面。香港电影不单只陪伴着我成长，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香港电影。 就是我的工作，是个养活我家的一个意义。踩两下就够了啊！我们从小都是看那个香港电影长大的啊，香港电影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非常之重要，可能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吧，很像一种童年回忆。你看什么呀？啊！警察做事，走！警匪啊！ 飙车呀，武打吧，枪战的那种气氛。香港电影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元素啊，西方电影元素、东方电影元素、上海电影元素都融为一体。它没有摒弃掉自己一些很市井气那种生活气息的东西，不管是高雅的、富裕的，或者是贫穷的、底层的，它都能表现出来。其实它的风格是不断的转变的啊。跟我翻去，跟我翻去。就是他什么都敢拍，他很善于去揭露一些东西，现实的、黑暗的、血腥的。我是泄密者，我有个大新闻。泄密者是个蛮严肃的一个题材，真的是有一点泄密的感觉。你们看完就哦，这个世界还有这些招吗？世间的事别说的那么肯定啊，有很多不同的飙车的戏。 演员啊，还有我们的动作，加起来就是很有港味的电影。希望大家在《泄密者》这个电影当中能够感受到最纯真的港味。